有什么比你的命更重要？6373-0639。没人听。医生是专业，但有的事我们控制不了的。病人的命在我们手里啊，关乎生死。你当了这么多年警察，什么时候见过贼爱兄弟不爱黄金的？警察低头啊！干掉他，他不死我们死。你根本就不知道你情况有多严重，我这么做是为了救你。你不是不知道警察想做什么吧？他已经下水了。